但是像这个小藏羚，它被遗弃时间不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救助回来，不然的话，它可能，长时间在外面肯定是生存不了的。一是它本身没有这个防御天敌的这个能力，再一个方面是它刚从这个娘胎里生出来，身上的这个体能也不够。 每天就会给他们喂牛奶，早上喂一次，中午喂一次，晚上喂一次，然后喂完了以后，每天就要看它的这个消化，然后拉出来的这个粪便这些方面，这些有没有特别稀。